好，今天在诚心第二次来逛那个竹围渔港，再慢慢看，我们逛个双城镇路。这样散步是蛮好的。我拍到很多电台，没有人讲话。嗯，对啊，就是过年必须的。妈妈吃条龙虾。对，问他客服。喂，啊，你要买东西吗？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。他说不用，那你要吃什么？刚才虾子、龙虾。龙虾太贵，虾子也不然就各买各的，然后我们一起看去楼上料理。好啊，好啊。那明明在睡觉，说明客人了。对啊。不是。哎，要多少？楼下跟旁边。你要水姑娘、锅龙，还是要吃花蟹？那里都有。没有。该吃。有波士顿吗？有啊，这边啊，波士顿这边，你抓一只我看一下。帮人家买。我自己想吃，哎，你们这个楼上哪一家料理？可以去十号、十二号、二十号都可以。这样子。对啊，那就是上礼拜的剩的，白话剩。啊，这样一只称起来，你看多少钱？好，称一只看看。老板，沙沙要不要带一点？没有，我想吃只螃，吃只波士顿。你要吃波龙？嗯，对，波士顿。我要这个，这一只在。对。这一只720。720，好啊，那我就这一只啊。啊，你。要不要吃螃蟹？啊，你这一只，我把它近拍一下。好啊。你把它抓出来，我近拍一下。OK。二一，给它活跳跳，活跳跳，哇，就拍就拍。就上网哈。我拍，我给它照相。对，我拍一个，哦，这是，
我今天要吃你的，哈哈哈哈！我今天吃你的，好，很大。好，那么就我给你钱。好，他第二只吗？我只想吃这一只。还有扇贝啊。我只想吃一只螃蟹，我只想吃一只波士顿龙虾。一人独享。对，啊，他想吃他的，我吃我的。一人点一样。对，哎，钱钱给你。对，嗯。都想吃只螃蟹，好，谢谢啊，新年快乐了，谢谢哦，过年也有开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想来就来，好，好，多半我这样骑一个多钟头，慢慢骑七十公里，台北，台北分路桥上来晃一下，然后我刚才在80度区休息个快一个钟头，然后再继续骑，要不然放假放假没地方跑啊，好天气就跑一跑，嗯。对啊，对啊，嗯，再过来。好，啊，春心家吃什么？你要现点。好好，那我就这只料理就好了。我只想吃这只。我什么都不要。不多的。你有吃过吗？在没有。那你有吃过？波龙，他们简直叫波龙。哎、欸、啊，有料理吗？有。好好，帮我料理这个波士顿龙虾。好，我坐哪里？你们几个人？两个人。你们坐。我两个人。好啊好啊，你菜单我们看一下再点。看再点。两个人尔啦，没上大块。啊，我、哦、这个，好，加万加几啦？有啊。啊，那个饮料，看有啥汽水还是啥？有啊，汽水有啊。哦，无来一个那个可口啦，好啦。可口啦，吼。哦，可口啦，好啦，即细罐就好。我什么都不要。龙虾怎么样？啊，龙虾就清蒸的就好啊。蒜蓉。蒜蓉，蒜蓉来，蒜泥龙虾。嗯。好了，那最龙虾多少钱？200。好，那我现在给还是最后再一起结？最后一结，好，好 ，OK， 那就算您了。算后面要不要？那算他点。面60，炒饭70，白饭110块。炒面60，炒饭70，白饭110块。嗯。然后海瓜子啊，炸鹅啊，烧。好的，我要青菜，对。青菜哦，35水莲。高丽菜，啊不，高丽菜好了。高丽菜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我来一个高丽菜，好，那我的部分就这样子。面是干的还是有汤的？炒面60，干的。有汤面有，来我海鲜汤面。哦，我一个汤面。海鲜汤面。那你厕所知道位置吧？好的，嗯，走。